张琪。张琪是这样的。被你整到吗？当然有，目标太多。你哥就天天跟我们说，我是不是得揍你们啊？咋的了又咋的了？已经感受到雨了，能感觉到有下雨，这就是苏州迎接我们的方式。朋友们，这雨也太大了吧！说实话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苏州，这儿似乎恰如其分地满足了我对一个完美夏天的所有幻想。蝉鸣，深深浅浅的绿，生活的一切都倍速慢放。梅雨季的苏州，空气里都弥漫着潮湿的气息，下雨变成了高概率的随机事件，而我便是在烟雨朦胧的老城里遇见一位少年。Just wait and see. 准确来说，这是一个关于少年与猫的故事。少年逗弄着偶遇的小猫，旁若无人地对起话来，像是默契地建立起独属于二人的私密空间，生人勿近。直到天空将细雨召回，少年醒了。我不知道，迎来了一个新的嘉宾，嘎子哥。嘎子哥，他其实有个很洋气的名字叫 Cigar， 但是我们学校给他取了名字叫嘎子哥。从今天开始他就叫嘎子哥。哎，你平时喜欢猫还是狗？我有一只猫。你有一只猫？就是英短。英短叫水泥，有什么原因吗？因为它是蓝白嘛。嗯，然后一块蓝一块白，水泥的颜色。小南弟考考你，模仿一下，就是可以挑一两个灵魂，对你来说他印象最深刻的。在一起来，就是我们新专辑里面那个复杂许的药，这首歌有舞蹈，然后张一奇这里面有个动作，我们是这样的啊，我们都是这么跳的，这是原版，这样跳的，我是这样跳，然后张一奇，张一奇是这样跳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。请问张一奇本人知道他自己是这样跳？知道。互相折磨到白头。那再跳一个呢？再跳一个。语言类的也可以。野哥就天天跟我们说，我是不是得揍你们？他是东北人，东北人带点东北口音。对，咋的了又咋的了？然后我们就故意惹他玩嘛，故意气他。东北语老师刘野游师傅，干啥呀？你瞅啥？冲咋的？野哥听了应该不是很开心的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生气给魔鬼留地步。就是平时你拍照拍啥子，然后拍节目拍这么多。教我们观众三个就是最能吸睛的 pose， 跟一、二、三，可能长你这样才会被吸睛。我是一个小帅哥而已。